教育的人，我是研究生毕业，但是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让我几十年的教育得到了奇耻大辱。我就是因为太讲道理，我给你们讲道理，你跟我说给我三天时间，我给你三天，我连续给了你们五个三天，十五天你不给我一个方案，人家不乐意，最后给我的方案是换我的发动机，十五天你最后给我这个方案，你觉得我接受得了吗？我已经跟你们谈了很久了，五次了，大哥，你没有参与，没有耐心。我如果这事有人谈，我就不会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。我今天在这儿很丢人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网络社会，大家都在网上，我怎么我今天这个脸也不要了。我今天来之前我就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今天我就求一个说法。我觉得哈，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啊。我如果这个车我开出了这个店200公里之内，我开一次长途它有问题啊。你们跟我讲三包，我同意的。不是，我开。